欢迎回到我讲会讲博士的黏浆实验室。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黏浆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黏浆和我的性格很相像。当它是液体形态的时候，就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由流畅，粘稠的时候可塑性又非常高，重点是它多变又好玩。那今天勇闯我实验室的三位小朋友，是不是就和黏浆一样都是可塑之才呢？哟，今天来了三位小女生，请第一位小朋友做段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燕琳，我喜欢打地板球。啊，燕琳，如果要你说出一个字形容自己，那会是什么？地，因为如果没有地，我们怎么打地板球呢？看来他对地板球的热忱是非常非常的深的。好，下一位小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王思涵，我喜欢打羽毛球和喜欢骑脚踏车。啊，思涵，如果要你说出一个字，那会是什么呢？乐，因为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。我就喜欢快乐的小跟班，成天围绕着我。最后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妍，我喜欢读书。哦，爱读书的子妍，你都读什么样的书呢？我喜欢读哈利波特。啊，那你对科学有兴趣吗，子妍？没有，因为太难了。那你为什么今天跑到我的黏浆实验室来呢？因为我喜欢华文。哦，太好了，好有上进心的小朋友。那子妍，马上出现在你脑海中的一个字是什么呢？书，因为我喜欢读书。啊，我希望喜欢读书的你今天不会输，因为呢，讲会讲博士我设计的这个游戏一共有五个回合，在第三回合结束之后呢，就有一位朋友会输，并且接受黏浆浴的洗礼。在第四回合之后，还有多一位小朋友会遭淘汰哦，唯独晋级第五回合的小朋友有机会逃出我的实验室。先来看看第一回合的游戏规则。第一回合一共有六道猜题，参赛者必须在抢答后十秒的时限内，根据图像和文字提示说出词句中的漏字，每答对一题获得十分，补答则获得五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回合是我的小跟班们精心策划的，他们很用心地找了很多张很漂亮的图片，而你的目标就是要告诉我漏字是什么。第一回合第一道题，什么票？子妍，抽票。不是抽票，看图，这是什么？机票。机票，正确。下一道题，灯什么？燕琳，灯笼。灯笼，这是正确的。燕琳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灯笼呢？中秋节的时候。很棒。好，下一道题，含什么草？燕琳，含花草。不对，继续猜，你还有时间。时间到，请补答。思涵，含绿草。不对，时间到，正确的答案是含羞草。含羞草呢，就是一种植物，当你触碰它的时候，它的叶子会合拢。 Mimosa， 它也可以当作一种药材。好的，下一道题，鱼什么？子妍，鱼缸。鱼缸，正确。下一道题，什么墨？子妍，沙漠。沙漠，正确。第一回合的最后一道题，什么红？自然，彩虹。彩虹，正确。一起来看看第一回合的得分，目前领先的是子妍30分，而两位打成平手的是燕琳10分，还有思涵10分。这也就是说呢，燕琳和思涵，此刻的我要送你一份礼物，你们准备好接受这份好礼了吗？还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还没有输。
你还没有输，你还有两个回合可以反败为胜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因为你的分数是稍微落后的，所以你还是得接受我的这份奖品。燕玲，我们从你这里开始，三、二、一。不要觉得难过，因为你也有份。三、二、一。燕玲和思涵，气球稍后会不会继续膨胀，就要看你们的实力咯。汉语拼音大比拼，一起来看游戏规则。第二回合一共有六道猜题，参赛者必须在抢答后十秒的时限内选择正确的拼音，每答对一题获得十分。好，这个回合正式开始。第一道题，燕宁。第二，不吐不快。第二，不吐不快，这是正确的答案。不吐不快的意思呢，就是心里有话一定要说出来才会感觉到舒服。好，下一道题，子言。第二，畸形。第二，畸形是正确的。畸形形容的就是事物发展不正常。第三道题，燕玲。第二，吹风筒。答案是第一，吹风筒。你念对了字，但是你选错了号码，所以这题不得分。下一道题，子言。第二，给鱼。第二，给鱼不对，这正确的念法呢应该是给予。这个字呢是双音字，当它放在这个词句当中就念给予，它也是提供的意思。下一道题，思涵。第二，计时。第二，计时不是正确的答案，这个应该念第二声才对。也许小朋友们一时紧张没有看清楚，不过这一题也不得分哦。哈哈，来到了最后一道题，燕玲。第二，哪来。第二，哪来不是正确的念法，正确的读法应该是第一，哪来。第二回合已结束，这个时候让我看看三位小朋友的积分。目前领先的是子言40分，排在第二的是燕玲20分，还有稍微落后的思涵10分。思涵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气球将会继续膨胀。三、二、一。每当我看到暂时落后的小朋友紧张的表情，我可是又心疼又开心呢。再多进行一个回合，我们就会知道第一位接受年将玉的洗礼的小朋友是谁咯。我们稍后见。欢迎回到我蒋慧蒋博士的年将实验室。很多小朋友都告诉我，填字游戏这个回合相当的困难啊，这是当然的啊，要不然我要怎么捕获小跟班呢？一起先来看看第三回合的游戏规则。第三回合一共有六道猜题，参赛者必须在十秒的时限内说出填字迷宫中的漏字，每答对一题获得15分，补答则获得10分，累积分数最低的参赛者就准备接受湿漉漉年将的洗礼。三位小朋友，不瞒你说，我可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出这几道猜题的。马上进行第三回合，请看第一道题，有很多的奖励，重重有什么？子言。重重有奖。不对，继续猜，还有时间，除了奖还有什么？重重有力。不对，时间到，请补答。重重有多，重重有多不是正确的答案。
时间到，答案是重重有赏。下一道题，指功课任务多而且重，这是什么重？燕玲，马重。不对，力重。不对。时间到，请补答。自然连重。什么？连重。连重不对。芒重。芒重也不对，正确的答案是繁重。下一道题，形容处理事情严格而公正，赏罚什么明？子言，赏罚分明。赏罚分明，这是正确的。下一道题，形容各用心思，互相排挤，这是明什么暗斗？思涵，互。明互暗斗不对。排不对，答案不会出现在题目里。时间到，请补答。燕玲，明镜。不对。时间到，正确的答案是明争暗斗。下一道题，暗中设计害人，这是暗什么？暗。思涵，暗想。不对。暗加。不对。暗时间到，请补答。燕玲，暗机。不对。按钮。不对。时间到，正确的答案是暗算。暗算就是你偷偷的在策划怎么害这个人。我们可不可以暗算其他人？可以，可以。啊？不可以。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暗算他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最后一道题，被处罚时缴纳的钱，这是罚什么？子言，罚钱。不对，不会出现在题目里。继续猜。罚。罚什么？时间到，请补答。罚打。不对。赞。不对。时间到，正确的答案是罚款。哎，我说我这个回合是不是真的设计的太难了呢？一起来看看三位小朋友的得分。领先的是子言55分，接着是燕玲20分，还有落后的思涵10分。子言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他要被僵了。是的，思涵，你马上要接受年僵硬的洗礼了，成为我一辈子的小跟班。有什么话想对你两位小朋友说的呢？你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在我的年僵实验室见。3、2、1。 Oh no。我的实验室里只剩下你们两位小宝贝了。燕玲，有没有信心在接下来的回合打败子言呢？可能。那子言，你会不会让他打败你呢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要被僵。哈哈，这个回合谁胜谁负，要仔细看清楚游戏规则咯。第四回合一共有6道猜题，两位参赛者将轮流回答3道猜题，在10秒时限内正确的将词句重组，每答对一题获得20分，补答则获得10分，累积分数最低的参赛者就准备接受湿漉漉年僵的洗礼。哈哈，在这个回合我已经把词句给搅乱了，那你的任务呢，就是要把它重组排列正确。这个回合由分数比较低的燕玲先开始，请看第一道题，万排除难，请作答。不对。时
时间到，这也不对。子妍要补答吗？差一点，时间到。正确的答案是排除万难，也就是把所有困难的东西都排除在外，都把它们丢掉。好，下一道题由子妍作答。图子包，不对，包图子不对，再尝试。图子包就是跟题目一样，不对。时间到，请补答。子土包不对，不对，时间到。正确的答案是土包子。土包子的意思就是呢，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我们就称他为土包子。下一道题，燕玲作答。边风耳，耳风边，不对，不对。时间到，耳边风，这是正确的。意思就是你没有把这个人的话听进耳里，他就犹如耳边刮过的风，嗖一下的就过去了。下一道题，子妍。鸡肠本食，不对。不对。时间到，请补答。基本时长不对，时间到。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基本常识，也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知识，叫做基本常识。下一道题由燕玲作答。乌岛敏，乌敏岛，这是正确的。好，下一道题由子妍作答。千落杖衣，一杖落千，不对。一落杖千，不对。不对，时间到，请补答。一杖落千，不对。时间到，正确的答案是一落千丈，这也比喻呢你的地位或者你的声誉急速下降，急剧下降，这就是一落千丈的意思。好，第四回合已结束，让我来看看两位小朋友的得分。反败为胜的是燕玲60分，还有子妍55分。子妍啊子妍，可以让你加入我的年章实验室博士，我可是非常高兴的，因为我看得出你是一个非常乖巧而且热爱学习的小朋友。在加入我之前，有什么话想对燕玲说的呢？再见。放心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。3 2 1，我马上就会知道。壮观了！燕玲这匹黑马能否过关斩将，顺利通过5个回合呢？我们稍后回来自由分享。欢迎回到我讲会讲博士的年江实验室，燕玲，这里只剩下你和我喽。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接受年江玉的洗礼了，所以你觉得当会儿会是你还是我接受洗礼呢？你。那么巧，我也觉得是你。到底是你还是我，过了第5回合我们就会知道了。先来看看游戏规则。第5回合只有一道猜题，仅存参赛者将启动轮盘以获得提示。参赛者必须在30秒的时限内猜出图片里的成语，答对的话表示顺利过关，而我讲会讲博士就得乖乖的接受湿漉漉年将的惩罚。
燕玲，既然你这么想要蒋博士我接受年将玉的洗礼，那我就助你一臂之力。我将会给你一个字的提示，由转轮盘来决定这是第几个字。如果箭头落在有年将的格子上，你就可以自己决定。目前有没有特别想要第几个字的提示呢？第二。第二个字，那是大概40%的几率。祝你好运，请转轮盘。你可以自行决定，哈哈，所以你最终的决定还是第二个字吗？对。如你所愿，那第二个字的提示是开。30秒计时开始。睁开我要的是一句成语哦。睁开笑脸。不对。你还有10秒的时间继续猜。睁开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正确的答案是眉开眼笑，比喻眉头舒展，笑得很开心的样子，也是比喻兴高采烈，就像是现在的我，因为今天捕获了3位小跟班。欢迎燕玲加入我的年将实验室。那下周我有没有可能继续捕获3位小跟班呢？下个星期的年将实验室照常开放，我们到时见。